Hello，大家好，我小宝。今天到我朋友的一个犬舍来看一看，他养的也是德牧，还有其他品种，咱们一起看一下吧。我跳哪门了？那砍果车嘞？从这儿。这儿呢，木狗日。这几个是哪个狗苗？哪是个公狗啊？中，你喂这狗都差不多。是。这几条都是母的。这个有七八个月，这个年龄大的，这个会有两三岁。哦。哪个是个带证书的？哪一块？哪个？这个。才陪过我们几天。这个也是个两岁了吧？这个也是个母狗，这公狗一岁多一点。你喂的牧羊犬多一点啊？嗯。光你大嘞，现在有小了吗？小了有俩搁家嘞。多大了？有50天。啊、哦。嗯，俩小公狗。啊、哦。赛季的是吧？都是赛季的。都赛季的。这都赛季，公猫纯新。啊。这个是西米鞋是吧？这个这个西米鞋，这母母鞋都在屋里。这是个公狗。公狗黑头啊。这一条狗看着也像西米鞋系。对，它的头斑像西米。有西米鞋的味道啊。那也是个木偶是吧？啊，这个木偶。嗯。这条是个带证书的，二号的。哦。这条刚配过，配过没几天。配过没几天？嗯。这个带繁育证不带？不带翻译证。那里边，那里边是个平背的是吧？啊，这边是个平背的。这是个小母狗。这是个小母狗。这个有八个月，八个多月。这个母狗嘞，头斑带劲啊，头斑真带劲。这公狗的头斑能的恶毒是不是？这狗有多大了？这狗有3岁。啊、嗯。我看做的，哎呀，应该做的真不错，做的。一开始他买这个成活率不中。牧羊犬不顶马犬屁事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大家。拍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，我是小宝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